哎，丫丫，你手机号是新用户，有优惠，帮我点一下奶茶吧。你不喝就点两杯，你喝的话就点三杯。你要一个人喝两杯啊？这么晚了，很容易胖的。命运给了我长胖的机会，一定要抓住。还是别了吧。这是代餐，入秋了要贴秋膘。再说，周董都戒不掉的东西，我怎么能戒？算了吧。点嘛点嘛，行不行呀？行的，好的，谢谢丫丫。好吧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为啥管不了杰伦小公主了。是时候发扬真正的实力了。那就给我来个芒果味的奶茶。有当季限定多肉鲜果、乳酪鲜果、乳酪明茶、厚芋泥茶，你要哪种？芒果口味的就行。那么你要的是芒果当季限定、芒果多肉、芒果乳酪、芒果明茶，还是芒果芋泥？芒果乳酪。请问你要加奶盖还是酸奶，还是发酵乳，或者是牛奶？奶盖和牛奶都要。牛奶请问你要脱脂奶还是全脂奶？啊，这也要选？全脂的。好的。牛奶请问你要荷兰产的还是澳大利亚产的还是新西兰产的？这些随便了，赶紧点奶茶，一会儿外卖不送了怎么办？好好好，你选好了就能点上了。牛奶你要荷兰、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的？新西兰，新西兰，赶紧点。那么奶盖请问你要奶霜还是黑糖奶霜？奶霜一份，赶紧的。不要着急嘛，心急喝不了热奶茶。哦，现在两份奶霜有优惠，只要加1块钱就能换购，需要吗？都行。好吧好吧，换购两份，没了吧，快点，然后要加蒸波液。哦，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两份奶霜要单独包装还是直接加在奶茶里？单独包装。终于可以下单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乳酪鲜果类没办法单独包装，重新选择。那个，请问当季限定多肉鲜果、乳酪明茶、厚芋泥茶，你要哪种？不是，为什么要重新选？返回上一步，给我返回上一步，我选择加在奶茶里行吗？不行哦，不单独包装就不能按口味添加了，全加奶茶里说不定会过甜，这么爱奶茶的你怎么能允许出现这种事情啊？好吧，返回上两步，不要奶霜了，搞快点，搞快点。哦，那么不要奶霜，你还有冰激凌、燕麦、咖啡冻、布丁可以选择，要哪个？冰激凌。冰激凌可以选择单独包装或者直接加奶茶里，单独包装可以选择加巧克力碎片、蜂蜜、坚果碎片，选哪个？单独包装加蜂蜜。好的，那么蜂蜜请问你要中国的、阿根廷的、加拿大的、新西兰的，还是土耳其的？我只是喝个奶茶，为什么这么复杂？中国的。好，中国的，请问你要洋槐蜜、枣花蜜还是荔枝蜜？哎呀，快点选一个嘛，接下来还要选适量蜂蜜、小份蜂蜜还是大份蜂蜜。奶茶都你的了，毁灭吧，赶紧的，累了。哎呀，这家店结束外卖服务了，店家说明天请早点预定。我好像明白了，让你点再早也点不上啊。